好，今天我们猜猜武林门派的人物啊，我说帮派，你们说人物啊。丐帮的。丐帮的黄七公。好，对了，你再说一个，还有吗？丐帮这么简单你都不知道啊？那个，我想不起来。乔峰。啊，对，下去吗？古墓派。古墓。小龙女。哎，对，还有吗？对了。啊，下去吧。再给我说一个古墓派的。南派三叔，还有个古墓派，再给我说一个。古墓派是南派三叔里面谁？哎，是不是叫林朝英？林朝英？叫林朝英吗？叫什么英是吧？啊，你除了这俩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就不知道了。李莫愁吗？不是。下一个，少林派，这太多了，少林太多了呀。张三丰，张三丰，张三丰。少林，你们少林呀！我的天，我真的出去了。少林那么一大堆吗？花不习武，鲁智深。鲁智深是少林的。达摩，达摩祖师，达摩祖师啊。还有吗？玄机，玄机。啊，对，扫地僧可以。还有吗？不知道。啊，算了算了，不知道你还发火，你还有你。武当。武当有啊。说啊。武当应该就是那个武松了吧？我这锤死你都不冤。然后去少林和武当。张三丰。哎，对，张三丰。再给我说一个武当的。还说啊？啊，对。武则天。再说几遍去。没了。你说那个张三丰那么多徒弟呢？武当这个侠随便说一个都来了呀。这个是。不知道。不记这个了。你还有你了。他也不认识吧，他就是武当的啊。难道你对了？蒙的，我也不知道。下一个日月神教。什么？日月神教？我都没有挺过这个。我都没有挺过。那你们有挨打不？挨打吧。日月神教啊！孙悟空。日月神教。任我行。哦，对。任我行，还有一个来，还有很著名的呀。日月神教。是那个《仙剑奇侠传》的吗？扮演叫什么？东方不败。啊，对，东方不败。下一个。峨眉，灭绝师太。哎，对了，还有，还有谁？你说，再说一个。郭襄，郭襄，郭襄是峨眉派的啊，创始人是吧？哦，对对对，我没打你，你干嘛？还有吗？周芷若。哎，对。下一个，华山派。华山，太平。华山派，岳不群。哎，对，岳不群。还有一个，他同时。这个你连木木吗？好大同瞎说，不知道。下一个嵩山派。嵩山。嵩山。李三美，我同桌，上个星期刚加入。嵩山派。你可。老烧坏左冷禅。哎，对，这个简单啊，这再不会你要锤死你。新秀派，新秀老仙法力无边那个，我不懂你的梗啊。新秀老仙法力无边。天龙八部里面呢？新秀老仙法力无边，丁春秋。哎，对，丁春秋。清晨派。青海的青，城市的城。哦。你装萌是吧？我要成外求助。求助谁你？鱼汤海。啊，对，鱼汤海。